么东西啊？要带健保卡和1000元。哎，那我可以帮家人领吗？可以啊，含自己总共5个人啊，每一个人的健保卡还有1000元都要带哦。哎，部长部长，这么巧，你来邮局做什么啊？来领3倍券。领3倍券要带什么东西啊？要带健保卡和1000元。哎，那我可以帮家人领吗？可以啊，含自己总共5个人啊，每一个人的健保卡还有1000元都要带哦。那我每天都可以来领吗？身份证尾数是单号的，星期 1、3、5来领；尾数是双号的，星期 2跟 4来领。如果是星期 6的话，尾数单数、双数都可以领哦。那我帮家人领的话，要看谁的尾数啊？看你的啊。那一定要7月底前领吗？年底前都可以领，晚点领也不怕领不到哦。那我们去领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领喽。你好，我要领3倍券。好的。这里是我的健保卡跟1000元。3倍券，请点收。谢谢，成功领取3倍券。执行3倍券，安全护送勤务。那本警察局哈，按我们平镇分局啊，总共动用25辆车辆及上100名警力。那安全来维护3倍券哦，护送到各支局，来方便民众来哦购领。